OK， 嗱，我哋翻到嚟咧，係抽佢有啲好精彩嘅句子，當然好多 two five one， 唔係好多幾句啦。咁首先咧，喺我哋未開始去用嗰啲句子前咧，我哋首先睇睇只歌啦，嗰啲 changes， 即係話啲 chord 嗰個過程。咁其實你可以用嗰啲乜嘢噶啦？嗱，其實只歌好簡單，佢咧佢係佢彈 C key 啦。Martino 有兩隻歌咧。是故意轉了 C key 的，一就是 One Side Love 啦，在 Alhambra 嗰只調裏邊啦，其中一隻歌啦。另外一隻咧就係話喺 Footprints 裏邊一隻咧叫做 Alone Together， 都是轉了 C 大調，即係 A 小調啦。好啦，咁我哋睇睇呢個 D minor G7 啦。咁你話喂，咁你哋以咩根據？嗱，我 send 咗呢份俾你噶啦。在我的電話的 iReal B 度咧，咁咧，咁其實我好快咁講啦 ，two five one， 咁個 two 咧，當然你可以彈 Dorian 啦，或者同名嘅 Melodic Minor、Jazz Minor， 咁個 five 咧，嗱呢度有好多個選擇，因為咧佢係 G seven raise five raise fifth， 咁所以我可以用 whole tone scale 啦，我又可以用。升四的 melodic minor， 升半的 melodic minor， 甚至降一，其实只要 outer scale 就啱噶啦。咁所以咧，你要拣一个你中意嘅声。咁啊 ，D minor seven， G seven raise five， 跟住去 C one。嗱，呢个 C sharp diminished 咧。咁咧就係一個好好經典嘅用法嚟嘅。所有 chord changes 向上移嘅時候咧，呢、這個 diminish 都可以一個 passing chord 啦。留意，容許我嘥少時間睇一睇。如果我係 C 大調 C chord， 下一個一定係 D minor、Dog minor， 所以我可以。E minor 下一個就是 F 嚟嘅啦，所以咧佢半度黐住嘅啦，所以咧就唔會有 E sharp 或者 F diminished 嘅啦。但系 F 之後咧，嗱咁咧一直以嚟啦，都係一個向上移嘅 passing chord 嚟嘅。向下有冇咧？有嘅。譬如佢係以一個 harmonic minor， 例如。做 B 嘅 How Insensitive 咧，佢就向下嗰啲咩？咁但系咧，有冇人係真係故意用向下嗰啲咩做 passing chord 咧？即係向低走咧？少嘅，係有人 break 咗個 rule 咧，就係向下行嘅。其實冇硬性規定噶啦。我學嗰陣時咧。就是因為我哋學咧，所以咧好多嘢有限制，其實一個好處嚟嘅，就係你知道啲嘢係點應用先，唔好亂嚟，咁唔得，咁唔得。然後你慢慢熟習咗聲咧，你就開始忘記曬所有嘅規矩，係你知道曬點用，係你聽得到，你用得到之後，然後你先忘記啲規矩。天馬行空，唔係話我突然間瞓醒覺，我突然間聽到啲嘢我要用啊！咁恭喜你，你係超人啦！我唔係。好啦，咁究竟呢個 diminish 代表到啲乜嘢咧？其實咧，向上移嘅 diminish 咧，根本就係五翻一嚟嘅。嗱，你留意只歌啦，個 C sharp diminish 下一個 chord 係 D minor。D minor 咧有 D sharp diminished 去 E minor， 咁其實咧呢度所有向上移嘅 diminished chord 咧都去緊一個 minor seven chord 嘅，係雙夾半度七去一 leading tone 翻一嘅，咁即係話咧呢個咧係一個七去一，甚至我哋叫五翻一，嗱咪住五翻一喎，喂，咁即係話 C sharp diminished。咪即 A7 flat 9，
係一個五分一，你可以咁睇。喂，咁 D sharp diminished 咪 B7 flat 9。嗱，你當然可以用翻 diminished scale， 但係記住喎，如果你話你一定要去練 diminished scale 嘅話咧 ，C sharp diminished seven 咧係 C sharp whole half 啊，記住 whole half。今日我彈我 half whole， 係咁彈 C 咯。咁其實咧練嘢咧特別嘅地方就係話，我哋知道有好多個 scale 可以用。邊個用得好聽呢？咁其實都要睇我哋係跟開啲乜嘢大師啦。譬如我聽開 Benson 啦、Martino、Joe Pass 啦。Anyway， 你任何一個咧，你 analyze 咗，你會用佢嘅方式咧去 approach 呢樣嘢。咁嗱，你聽一聽唔同嘅聲啦。嗱，我而家 play 翻只歌，我放翻只歌出嚟。嗱，我而家放埋只歌係102啊。誒呢只就係 Once I Loved， 聽嗱啲 chord， 好啦，你聽到啦。佢個 chord 如果係 raise five 咧，其實我唔知係咪因為做嘢關係咧，所以如果佢俾個 raise five 我咧，我會彈個 augmented， 即係我彈 whole tone scale， 咁咧我就會好喺個 chord 嘅聲裏面。咁咧，請聽頭嗰四個八 D minor， 我用 D melodic major seven 嘅 D minor major seven。而 G7 G 好痛，跟住玩 C major scale， 嗱個 C sharp， 我彈咗 A alto， 我喺第四個巴咧係彈 A alto 還原去 D minor。好啦，請聽啦，嗱嚟啦。咁你聽到咧個 D minor。C sharp 點樣？我彈緊 B flat 咪攞只麥，或者你話唔係我哋彈緊 A 7 flat 9嘅，嚇？咁啊 A half hole 添，即係 C 嘅 half hole 咯 ，diminish。咁你整到 everything 係都係啱嘅。咁你喂，原來 analyze 咧係因為你學咗啦嘛。你學曬所有可以 apply， 可以 apply 係啱嘅首選先，咁你咪會分析到究竟佢做嗰啲乜嘢啦。咁但係 Martino 好犀利佢，佢咧係唔彈所有嘢唔 make， 咁就佢彈得好靚好靚嘅，好 melodic 嘅 approach。咁其實呢個就係音樂一個好好嘅地方，就係話你可以唔做，你係冇犧牲到嗰啲嘢嘅。只要你彈咗啲好靚嘅嘢咧，咁你可以用咧好 simple 啦。譬如我用街通嘅啫，聽下。咁冇壞嘅。其實 improv 咧就係話，當你開始咗之後咧，你點樣承接去下一個啦？咁咧嗱，多嘢同唔多嘢，咁咧我哋聽翻 Martino 個 approach 啦，呢個就係佢 approach。
冚唪唥都係啲 quartet arpeggios。咁你中意彈啲密集啲嘅 ，fine。咁冚唪唥有 scale 嚟㗎，你聽到冇？要講講咧，我哋抽咗嗱，喂，呢一段咧，孟先奴咧好精彩咧，咁樣做咗好多嘢嘅。嗱，我哋喺咧你嘅 notes 咧，1120啊，大部分咧嘅句子咧，我哋講下120去到121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咧嚟自咧，佢咧係咧 C minor F7 翻嚟 B flat。即是说你份谱就是三行，它呢是好了，其实我们抄人的句子的时候，我首先分析了它用了什么 scale， 喂，那个 chord 是 C minor，C melodic minor， 跟住仲係喎咩嚟噶？嗱，其實咧，佢 more or less 咧，佢已經知道咧，佢喺個 B flat 嘅 key center 裏面。咁就咁佢即係點？佢即係 combine 咗啦。佢唔係好死板，佢利用個 B flat major scale 或者叫 C natural minor。或者 C Dorian， 總之係 B flat key center 咧，嗱，通常嘅 chromatic passing 咧係 jazz 結合嚟，成日有。嗱，佢由 C jazz minor 一對 B flat major scale， 跟住一個。F 的階通，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相當精彩噶啦。咁你話咁點學啊，大佬？你數到 ，one two three four， 咧？咁佢就 F 咧，嗱開始有啲 B box jazz raise， 個 F 嘅 outer。咁你睇佢用個 choice of notes 啦，當佢由 C minor 帶你去咗 F， 你睇下 D sharp minor， 咦？咪 D sharp minor 個 F 咧？F outer 咧，佢好似咧係用緊咧降一度嘅 jazz minor， 係為咗 create 個 flat nine quality， 降一度。咩降一度？即係 G7 咧，你用 F minor 降一嘅 melodic minor。嗱，我聽下啦，我借呢個歌啊，你聽下。喺個 G 啦，我翻頭四個八嚇，D minor， 當然彈 D minor，G7， raise five 我唔理，我彈 F minor。降一度嘅咪攞定埋，就係佢用緊 idea。嗱，呢句嘢 C minor， 而家一開始啲歌入嘅就係 D minor。我點樣將我學嘅搬過嚟？你聽下啦。
啲喎。fit 曬你睇，你聽到啱啱我 call 嚟 D minor G 7去 C sharp diminish， 我冇彈啦 C sharp diminish， 但係我將我喺第三行 C minor。所學的句子搬騰高了一度就變成 251， 喂，那我 Autumn Leaf 都可以這樣彈，是啊，如果 Autumn Leaf 是噠噠，那你可以，喂， A minor 喎，但是我未看這組，因為它是 C minor 的 A minor 這組，好了 ，A minor， 第六線跟音個 shape， 我用個 fifth 做 set up， 嗱，好易學嗰啲句，因為咧佢個 signal one two three four。我真的跳去 Autumn Leaf， 那 Autumn Leaf 呢，它就是我在這個版本就是你聽下 A minor， Dark 7F sharp minor 7，嚟咯轉，你可以轉位，你可以改變佢啲簡化佢。但係暫時我學嗰陣時咧，我建議我 suggest 你咧，你睇緊一組 fingering 先，直到可以好流暢地將整個概念搬到第二組 fingering。咁所以咧，對我嚟講咧，我學嗰時，喂，佢係 C minor， 佢係用粒 fifth C minor fifth 即係 G 音，第一拍 ，one two three go。跟住咪攞啲埋，跟住咪 just skip， 好靚啊！做快運 ，OK。咁嗱，第二句我哋要講啦。嗱，你放心啊，其實我真係可以拆解曬成日，因為我彈曬啦嘛，已經除咗星空碌，即係嗰啲。咁嗰段咧，我而家都練緊嘅。咁因為太長隻歌，所以我唔會等曬上去嘅。但係份譜咧等曬嘅啦，聽 Pat Martino 啊。好啦，第二句咧就係嚟自咧，都係一二零嘅咯。一二零嗰個咧就係咧。喂，你話喂好聽咩呢句嘢？其實對我嚟講咧，一個好靚、好精彩嘅句子，佢全部 base on 一個 D 嘅 minor， 咁就咧係自己同自己對答嘅。咁我開始喺個 root 咧，跟住嗱。咁呢啲 in
interval 嘅彈法咧係我覺得好 melodic 嘅。咁啦，咁 D minor 即係點啊？咁一個 jazz minor 嘅用法咯。咁只要你，譬如你彈一隻淨係得 minor 嘅歌啦。首先，你要將呢句嘢記咗先，佢一個 D minor 弦，好啦嗱，咁就咁即係話所有 two five one 嗱，所有 two five one 包括個 one 你都可以用埋嘅，因為咧佢係完成曬嘅，只不過佢唔係 alto 咁解嘅啫。嗱，聽聽咯喎。251 in C.第一個 D minor， 第二行第一個就 D minor， 第三行 C minor 嚇，咁但係其實咧係 work 嘅，全部都咁即係話咧，如果我用翻 Once I Love 嘅 changes 咧，嗱我哋聽聽咯喎，我將同一句嘢咧去到第三行咧就褪落 C minor 用，聽聽啦，同一句嚟嘅啫，呢一句嚟自120 page 120嘅尾二個行噶啦，嚟個 minor phrase。跟住要講就係呢一句啦，跟住要講，哇，20多分鐘，咁咧嗱，咪住啦。咁你睇到咧，第三句咧就係嚟自咧120最尾個 setup。哇，好特別嘅，嗱佢咧近一陣行一個 D minor， 佢 approach 緊個 D minor， 所以 D minor 咧。咩又係 D minor？ 佢用 F major 7 D。嗱，跟住咧，由於咧佢嘅 D minor、D sharp， 咁即係我嘅係 B alto 喎。我希望你明白我講乜嘢啦，因為個。D sharp diminish 咧，根本就係五翻一去 E minor， 五翻一去 E minor，D minor， 咁同 C key 有冇關係？好可能有喎，點解啊？因為你 B out， 咁你趁咁 E minor 同 C 可唔可以對調咧？同 G 都可以對調。咁究竟即係點咧？我嚟學咗呢句先。佢係嗱，佢 base 上一個 D minor dot minor sinking 啦，佢就 F major 7。如果 F minor，
好得意啊！嗱，佢咧好似一個 G major， 但咧佢楞住個 diminished。咁其實對我嚟講咧，呢度咧其實我覺得咧最好聽咧就係話你學個 set up。咁但係咧佢妙嘅地方就係話點解個 F major？一個咧 ，F minor 啦 ，D minor，F minor。咁咧呢個就係咩個 minor third 嘅 substitution。嗱，我哋唔係講太多樂理，我哋只係試埋，喂，發生咩事 ？Work 唔 work 嘅？我嗱，我哋聽聽呢句嘢先啦。嗱，呢句嘢出現嘅時候咧，係喺。就是我跟住佢彈一彈先，整個 solo。開始就彈呢句嘢噶啦，好啦，成句嘢。嗱呢個咧係個 outer scale 嚟，一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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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咧原來咧佢對付緊咧一個 B 啦，咁所以咧佢用個 F melodic minor 咧係 work。因為咧，佢一個佢係 C sharp 嘅，咁咧其實咧佢係一個啦，咁咧嗱好少用呢個 tritone， 我哋叫做，嗱我哋好，我哋真係冇講過，我哋陣間研究呢樣嘢，就原來咧佢將個五 chord outer 咧係用一個 tritone 嘅 sub， 一個 diminished 嘅 sub 啦，就係咧。佢用一個降五嘅距離，喂，降五距離喎，不如我哋聽聽啦。喂，咁如果我 D minor 去 G7 嘅降五咪 D flat， 我哋聽下 work 唔 work 啊嗱。咁巧就係歌第一個包 D minor。喂 ，G7 sharp five。D flat minor， 試下啦。好啦，嗱，我可能彈得唔係幾好嘅啫，嗱。哇，咁嗱，你話唔係喎？如果佢係 G7 嘅話，第一行咪啱曬咧呢個嘢。即是話，我哋一隻歌第二次翻嚟嘅第二行彈緊呢句 F， 係完全 fit 啦，可以喺第一行用嘅喎，聽下。佢將個 two 塞咗去一個咧，二同四對調 ，D minor 同 F major seven， 跟住咧個 G seven， 咁又喂唔係喎，但係佢第二行嚟嘅噃，佢係 D sharp diminished 嚟嘅。
聽聽第二行用俾你聽。全部都嗱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佢嘅 G key， 所以咧嗱佢跟 E minor 7，即係佢睇緊個 key center E minor， 咁所以咧佢整個 approach 咧就 based on 咧一個 G more 咧 G 嘅 key center playing 咧還原緊啲 E minor。咁啦，喂，咁如果佢跟 C 咪住 C 同 G 咧 Lydian G 係 C Lydian。冇可能，咁即係話呢一句，根本咧點解會喺第頭四個bar都 work 嘅咧 ？D minor、F major 7、G alt or D sharp diminished、F melodic， 跟住咧。G major scale for E minor 是 G major scale 嚟嘅，咁 C 都啱，我試下啦。嗱，你聽下，嗱，而家 D minor， 第隻歌啊！嗱，我哋講三句啫，講唔講得咁多真係啲，我諗咧啲人頂唔順嘅。你得你坐喺度成個鐘對住我喎、啊，大佬。等我有，等我揾到錢，揾到錢咧，我請阿三上油啊，退咗休啦，或者波多野結衣啦，咁左一邊右一邊咁著住泳衣咧，咁我網頁應該爆曬㗎啦，好多人睇緊。好啦 ，Autumn Leaf， 你聽下嘛。A minor， 好嘅。嗱，我有個問題 ，A minor 二 chord， 咁我應該用乜嘢 major seven 嘅 pages？ 二同四喎，咁即係話，即係佢 G key 喎。咪 C 咪？嗱，呢個 exactly 咧就係佢嘅 note choice of notes。我又揾咗個重板嘅重心，你越練得多咧，你越感覺到佢咧，你就越弄得流暢。你聽下嗱，我喺 Autumn Leaf 第一段，淨係用呢句，唔同聽 feel。
今天玩到這裡36分鐘而已。我希望你明白就是說，每一首歌呢，我們有一個 basic choice of scale， 那我們怎樣 analyze 呢？一定在那個 bar 那個 chord 去那個 chord， 你會看那個關係和作用，你是分析了這件事，跟住再看整個它的 choice of notes， 那你會更加明白。當你很熟的時候，很熟，即是說你用很長時間去練了很久，那你就會很自然地有個 muscle memory 去反映到這件事，那你就很容易是用在很多其他東西上。都三十幾分鐘不要緊，有一個叫 So What Miles Davis， 我們聽聽，我不知道叫D minor。我升 key 了。好了，咁你睇下，我装呢样咧。你睇，喺个咁高速。咁就聽到咧，我將我頭先講幾個嘢咧，全部抌曬出嚟，喺一隻完全冇乜坑坑楞嘅歌度咧，佢D咪好聽。記住，聽到喜歡的東西，學了它之後，你要分析，然後呢練到很熟，你就可以扔下去，你應該可以應用到的。我們有機會才開始解釋一下，因為呢你聽到這麼多就是它彈所有的single note來的。當然，如果要講下去，這個歌可以講，我想可以講八堂，即是八粒鐘嘅，因為分析曬同埋未計啲 octave， 即係嗰啲。啊，佢啲位好靚，我哋啲位置做啲 timing。咁有機會我哋再翻嚟去傾呢樣嘢㗎啦。咁希望呢度咧已經可以幫到你哋咧係瞭解更多咧。點解要嘥咁多時間 transcribe？ 點解嘥咁多時間學人啲嘢？如果你唔學人啲嘢，不學得精，不明白的時候呢，你根本看不到，你也都 不是一些什麼東西，是一定是將人家最好的東西學而變成自己，你永遠都不會像他的，因為他是他，你學他的東西學得很好的時候就變成是你的東西的，所以你不需要擔心說，我不抄人家的東西的，不要講嘢啊！扮啱唔啱？好啦，生活愉快，有機會再見。